那我这几年来一直创业，35年来，我发觉到一个最重要，就是你如何表达自己，你如何说服别人，你才有办法自己做出去。所以我这几年来发觉到，我们身障朋友虽然很辛苦，虽然生下来很辛苦，可是呢，我们是有影响力的。